立法委员们今天首先到8300部队巡视部队的训练情形。他们在听取了部队长向少将的简报之后，参观了部队的台拳、假响敌的突击、爆破等演习。委员们对于演习之逼真表示赞佩，同时他们又到8325部队去巡视，受到部队长林少将的热烈欢迎。他们也参观了部队的台拳、救护和通讯等演习，上午还到海军去参观，下午在参观跨海大桥之后，